茶，一个是 fat， 一个是浓，跟一般大部分都是一样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可以调的东西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鸡黄推荐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两个，它有两个可以采，一个是 Korean Boost， 然后我是觉得它 Korean 没有 Boost 的音量很小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正常，是到底正不正常。我觉得音量异常小，所以我通常都是采这个。就是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我的 cab， 因为我在家里都是接包，所以。然后Yeah.